大家好，我是解析杰克林啊，今天要来开箱《血缘诅咒》桌游版的大全套。那先开大的好了。防护做得不错哦，基础，然后还有五个扩充，有这个大教堂上层，这个就是打那个外星人的宇宙女王禁忌森林。然后这个大肥猪禁忌森林就打那个亚南山暗影。那我干影呢，打干影王的，搭马车去的地方。然后血月河是打那个什么罗姆吗？罗姆蜘蛛，然后这个哇，金杯地城，那地城超好玩的啊！这个有这个超级屁股娘打这个那看门犬，超强，那个叫做什么什么巨人啊？那什么巨人的？那这个就是最后那一只啊！游戏本体，游戏本体超大超重，应该打那个主教，阿梅利亚主教，哦，阿梅利亚主教，防护做的周全，什么东西？骑士之剑，猎人微缩模型。一张枪械卡，一张鬼兵器版图，这是该影城的额外内容。那有四个扩充，这小和尚，猎人梦境的额外内容。这是扩充，我看一下哦，七张敌人卡，六张奖赏卡，七张迷你 boss 卡，一张枪械卡，还有七个回缩模型，这边还有四个扩充，拜金师，拜尔金沃斯啊，哦，这打那个罗姆蜘蛛。梅高这是最后的地方了，梅高的房间，这是梅高的奶妈，猎人梦境哦，这是那个结局的地方啊，要打这个这是什么月神哦，还有这个是吉尔曼，最后打吉尔曼，还有月神，看进入哪个结局。然后就是未见之春，未见之春那边超难的。那未见之春打这个，这什么叫什么蛙哥都忘了。那首先一开始要先来拆这个主游戏。哇，游戏规则说明书，免费的数位内容。啊，这叫圣职员野兽啊，都忘了啊，圣职员野兽，对啊，这可血怪兽，还有神父，新人杀手神父，哇！我记得这是入侵的，拿这个圣剑也是超猛。
这版图看起来好迷你哦，我以为是很大。它的这个这垫子怎么感觉垫子太软了，又薄又软。这板块做的好不扎实啊，像一个普通的很薄的厚纸板。不同的攻击，巨肉刀，超猛巨肉刀。最喜欢开始拿斧头，斧头超猛，攻击距离超长，回旋斩。哦，一开始就可以拿圣剑哦，伍德维希圣剑，伸缩手杖。来看模型，来看模型，模型重点哦。神父第二阶段，真的蛮帅的，蛮精细的哦。他的指甲做出来了，猎人路德维希圣剑。伸缩手杖，另外一只手拿大炮，巨肉刀。后来我有玩敏系的，有玩那个伸缩手杖，也还不错。圣职员野兽，超帅啊，超壮观。要多少家呢？太帅太帅！那这个巨人，那巨人在圣职野兽旁边怎么那么小啊？那我还有村民三人组，瀑布小木盾。哦，这个石头巨人，拿着张砖块，石头巨人。狼人。那野狼很强啊，一开始那野狼超猛。我的提灯也很强。阿梅利亚主教。好多卡片啊！开隐城、血压猎人，哦，就拿那个牵引那个、哦，超猛！老猎人亨利克。巨肉刀，约瑟夫卡，约瑟夫卡是那个医生那个吗？哦，伊比斯塔的真的预兆。哎，那个乌鸦姐，艾琳，那慈悲之刃，那猛的跟神一样。慈悲之刃很好玩的，敏系神武啊。尤拉的队友。
这种好像没什么印象了。刘拉的队友哦，这个教会之锤，老猎人尤拉啊，那个打桩机的那个啦，泰格狼一直在高塔一直射机关枪的这个泰格狼，教会巨人病患兽服从灾厄怪兽，那狼人砖头怪村民，那玩家帮助卡。骨灰坛啊，那个原本这骨灰不是那个吗？增强你的枪械攻击，它变成是重置一张奖赏卡，镇定剂、解药、飞刀、猎汽油弹、鹅卵石、召唤钟。攻击时加一点，攻击时加一点，闪电值。抽一张牌，这个是那个，我没看规则啊，就不知道是啥，都是基础反制加点血，好、哦，约瑟夫卡的血瓶，我这样理解，小音乐盒刻那个的吗？刻神父的。碎片，中空幻象壳，那附魔的，很强哎！中空幻象壳，信使的礼物，诺小金雷霆，超猛哥，火炬，伊碧斯塔的预兆。老猎人的骨头，这翻滚的那个野兽怒吼，那刀斧手超强，哇！直接击杀两个内的不多于两点生命的敌人。远方的召唤，哇！这个超强，我记得这是那个，对对对对，近距离的同格全部刷到两点。这一个是那个修女的血，一个妓女的血。灯笼，符文，现在都符文了。圣餐，圣餐我记得是那个嘛，多带血瓶。爪印，怪兽。亚丹鲁洞，猎人，月亮眼睛，防御架势，隔挡两点哦，势不可当，休息再战，迅速不带，灵活战术应用，反制打击，
快速变形。冲刺。内脏暴击。跳跃攻击，阵地嗜血，快攻，暴怒连击，治愈祈祷，握拳粉碎，四季挥击，上钩挥击，愤怒猛爆，交错扫击，四季猛挥，四季猛挥，四季猛挥，就每个每张都不一样。猛毒气场，向前扑击，快速冲撞，毒液喷射，高举粉碎击，爪子连击。基本攻击，特殊攻击，刷到能力，圣职原野兽第二阶段，末后第二阶段，神父，可血怪兽第二阶段，那是第一阶段，猎人手枪。哎，伊芙琳呢？猎人手枪，哦，加农炮，加农炮，喇叭枪，伊芙琳很猛哎，火焰喷射器，喷射器也蛮好玩的。贝罗令的救亚男，那个剧情提要。就是那个嘛，文字被蹂躏最好，要按照顺序到54号。这个剧情就不看了。这个是到，哎呦，这58章。无止境的狩猎，60个，哦，越来越多。诡秘莫测的教堂。62个，好，主游戏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那接下来看其他的扩充。那我们先开小盒的好了，哇，真的太多盒了。帅呢！哇，车轮的。然后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慈悲乌鸦，乌鸦姐。然后这个是那个，那个什么什么骑士剑的，那个剑还可以拿来当枪用。就那个洛什么洛格利斯转轮，哪位弯？
这个雷电锤，这个给啥挂北出来？送葬之刃，应该是那个吧？那个谁啊？杰尔曼的那个武器吧？送葬之刃哦，洛格利斯转轮。骑士之剑，那骑士剑蛮好玩的，它可以那个，嘣嘣嘣嘣嘣嘣的蹦去。教会骑士，哦，圣剑，有拿圣剑的吗？看看，有拿圣剑的吗？没看到啊。慈悲乌鸦节，雷霆的雷霆猎人，连发手枪，嗯，就这样一张。爪印。圣餐刀斧手，孤岛剑人小心雷霆，雷霆猎人，这是迷你 boss 生成的，这小盒先开开，这是要说是该隐的额外内容，看一下，哦，有一只猎人手枪。这个纸怎么 Q 起来？骑士之剑，拿着骑士剑，骑士枪，好，来看下一盒了。